昭言，你家好多大树，一点都不像在沙漠里。哇，简直跟江南一样。此地有一处水源，附近的水流都源自此处。对了，月姑娘刚才是叫我昭言吗？是啊，今朝说要好的人可以互相直接叫名字，你也可以叫我齐呀。别胡说，齐不大懂礼数，洛兄别当真。月姑娘尽管称呼我昭言无妨。嗯，那个昭言，你家既然叫昙花洛家，那一定种了很多昙花吧？我都没见过昙花，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好看。鞠公子误会了，洛家从不曾种植昙花。南边是我们本家的住处，几位随我来。好，洛家主。既然只有我可以叫你齐，为什么？我高兴。哦，明明不高兴啊。好强的术法，笼罩整个山谷，贸然进入不知会有何惊喜。哼，那便等吧，时间我从不欠缺。
藏风，快出来，吓到客人了。啊！家主，主人请客人去花厅一见。埋名要见他们。洛兄，埋名是？是我的妹妹。洛家主还有妹妹？之前我在银辉堡只听说你父母早就去世了，都没听说过。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无妨，都已是陈年往事了。舍妹埋名身体不好，平日极少见人，不知今日怎么忽然要见几位。本想说今日走了许多路，该请几位早些歇歇，但目前还是得麻烦几位先去花厅小坐片刻。既然洛兄的妹妹别人想见都难，那我们自然得去见见。埋名，我带客人来了，请。坐。金钊，既然洛兄的妹妹请我们坐下，那就坐吧。好了，别捉弄客人了。在下只是复述主人的话。舍妹幼时生过一场大病，此后身体便一直十分虚弱，嗓子也受损，无法大声说话。藏风自小随侍舍妹左右，因此常由他代为开口，舍妹有些爱开玩笑，还请见谅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。月公子，月姑娘，鞠公子，我这不成器的兄长此番前去银辉堡查探邪教之事，受了三位许多照顾，小女子在此谢过，后面言语太过啰嗦，我替主人省略了。省略的是什么？埋名。刚才失礼了。好粗哑的声音。月姑娘真可爱，来当我的小妹妹如何？我家可有不少好吃的。不要，我要和金钊在一起。洛小姐还真是爱说笑。说起来，我们刚一进庄，洛小姐就派人来请，现在又把我们认得一个不差，真厉害。洛家立足西域已有数百年，多少有一些情报来源，
而且昭言出门在外，我放心不下，让他每日都与我通一次消息。不愧是昙花落家。我又说错什么了吗？昙花落家中这昙花二字，一指落家往往沉寂数十年后，辉煌数年便又复归沉寂，乃昙花一现之意。哦，原来不是好话呀。这我以为是说落家有很多昙花。这名号已有百多年，世人自然早已淡忘其由来，况且也正合实情。对了，不知道洛小姐要见我们是为了什么事？来明对三位，尤其是对月公子有一个请求，请几位多多照应昭言。启魂邪教势力遍及神州，绝非能轻易应付的对手。昭言性格刚强直接，不知退后，还请月公子多加劝诫。埋名，洛小姐都这么拜托了，我不答应就太不近人情了。今朝答应你了，那我也会保护昭言的。我也多谢。说起来，洛兄啊，之前我们在福金堂找到的有关邪教的另一个据点的线索，你说要带回家跟人一起研究，就是跟洛小姐吗？是了，昭言，你在之前的联络里也提及此事，线索呢？在此。二月初五，送人生九口，押运三人，备粮六十。人生九口，押运三人，共十二人，备粮六十斤。常人一日所需粮食约为一斤，他们备的是五日左右的口粮。这么算，往后几次备的也都是五天的份。他们押着人，不可能走得比普通商旅快。这个据点离银辉堡应该不超过五天的路程。重点在此句。三月二十七，收金一斤，银三斤，熏马肉百斤。这熏马肉可是乌孙部的名产啊。啊，这个我知道，很好吃的。据银辉堡五日路程之内的乌孙聚落，只有落日部。落日部。对了，昨日明姑娘说要去除妖的地方也是落日部，难道那里妖物祸乱也与邪教有关？明姑娘也去了，要是能同她会合的话，我们可就有个厉害的帮手了。肯定是那里吗？邪教有没有可能找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当据点？人离不开水，方圆百里内的水源所在我们都一清二楚。事不宜迟，月兄月姑娘，我们明早就出发赶往落日部。鞠公子，抱歉我不能亲自招待你，你就在庄内随意游玩吧。哦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已让人收拾了客房，我带你们去休息吧。埋名性情啊，比较顽劣，还请几位不要介意他一开始的小玩笑。没关系，不过洛小姐分析事情丝丝入扣，这么聪明，洛兄只让她处理些庄内事务，可惜了。若不是身体原因，埋名本可是比我更称职的家主。客房就在偏厅北边，这边走。
朝颜哥，你回来啦。小宁，你来得正好，这是你爹托我带给你的。谢谢朝颜哥。爹也真是的，朝颜哥你这么忙，他还老托你带这带那的。那我下次回绝他好了。哎，朝颜哥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我还要带这几位客人去客房。啊，客人好，那朝颜哥我先走了。朝颜哥真是的。她是银辉宝商行落管事的女儿洛宁，不知为何庄里的小辈都喜欢和我玩闹，让你们见笑了。因为昭言是个好哥哥啊。三位就在此歇息吧，有什么需要就告诉下人，我们明日再见。那个月兄，那我也先去休息了。呵呵，那明天见了。我们进屋说。七，你觉得洛埋明这人怎样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让我觉得有点可怕。是吗？你的直觉一向很准，这个洛家小姐绝不简单。而且，她既然很少见人，为什么特意出来见我们？啊，又来了。你又要跟我们一起去银辉堡？哎，这两年你到处找机关材料，待在正午门的时间比我还少。别看不起自己，盟主很看好你的机关术，要不也不会特意任命你为机巧堂堂主。盟里有些兄弟说你的风凉话，也是因为你平时老窝在自己堂里，让别人误会你自以为是，不爱搭理他们。带你一起去银辉堡也没什么，可你总不能老这么往外逃吧。那又怎样，我可不要和这种没用的家伙扯上关系。嗯，我也不想当个没用的废物。藏风，家主。那是影风阁新进的空山烟雨图，我觉得颇有意境，就买了下来。是吗？远不及政府。那张啊，前几天银辉堡雨后出晴，难得出了两道红，我就画了张。你的画虽然技巧一般，但胜在心意十足。只有你这么觉得，反正只要你喜欢，
我在外看见特别的风景，就继续画给你。对了，我原先还担心被你责备又随便与人结交呢。麦明，你为何特意见他们？你也知晓，我借热海之力以术法笼罩整个洛家，监视人员来往，以测安全。那个叫月琪的女孩穿过法阵时，竟与热海之力产生奇怪的共鸣。真的？我与热海纠缠着许多年，怎可能会错？只可惜方才我以热海之力触碰她进行感应，发觉只是近似而已。不过也算是有了新的线索。昭言，你不高兴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和爹为了热海之事辛苦那么多年，试了那么多方法，最后爹还因此早早失去，结果仍是徒劳无功。这世上真的存在解咒之法吗？解法必须存在。如果热海的诅咒解除，这一带仰仗洛家水源生活的人全都会流离失所，世人之情后会如何看待我们洛家？昭言，你以为你是什么神仙，竟要为那许多人的生死负责？人们称我们为昙花落家，却不知昙花一现的代价。我想在我有生之年让洛家闻名天下，让百年千年后还有人记得我洛昭言的名字。即便我只不过活了二三十年。洛家，我毕生夙愿便是解除热海诅咒，让洛家彻底消失。且不说这个，昭言，你去落日部可能会遇到并同行的几个人中，月琪是个白痴，居石方是个废物，明秀据情报应是个明哲保身之人，唯独月今朝，你要小心应付，别泄露了热海之事。我明白。曼明，我会找时机询问月姑娘她的出身来历，看与热海是否有关联。其实月姑娘虽然有些迟钝，但天真单纯，很讨人喜欢。你是说我这个妹妹不讨喜？曼明，我先去休息，明早就出发了。一切小心。空山烟雨图，足不能出洛家，天下美景与我何干？不过平生怨怼。既然你无法离开洛家，那我就把天下美景都带回来给你。昭言，你这种天真实在可恨。既然要烧，何必让家主费心嘛？他若不买，我烧什么？曹芳，你日日伴我左右，仍不知我的心意。我暂时还不想发疯。
彻查姓岳那两人的来历。岳奇，岳金昭。岳兄，岳姑娘，等等我。机关熊早。机关熊，岳姑娘，你直接叫我名字也行啊。好啊，石方，可你不能叫我齐，今朝会生气的。鞠公子，我们是去跟邪教打杀，可不是去玩的。我知道，我想一起去，好歹我也是正武盟的人。哼，这家伙倒没我想的那么胆小了。你还是问洛兄吧。